roguelite 知道吧，塔防知道吧，但把这两种元素融合到一起的游戏你听说过吗？即将正式发售的无尽地牢就是这样一款让人耳目一新的游戏。其实呢，早在一年多以前我就参加过这款游戏的测试，不过当时游戏的版本中并没有 meta 养成元素，而且可选角色只有两名，连三人联机小队都凑不齐，加上本身相对较高的难度，当时的感觉说实话有点劝退啊。不过在之后的时间里，制作组似乎是开了窍一般，不仅添加了 roguelite 游戏中常见的 meta 进度系统，可选角色也增加到8个，坦克、输出、奶妈应有尽有，所以合理的角色和技能设置也让联机开黑的游戏体验更加良好。当然为了让联机游戏更加顺畅，一款好的加速器自然是必不可少，老玩家都知道无脑选择又快又稳的悠悠加速器就完事了，综合优化效率稳定高达 80% 以上，让我们的联机刷宝之旅无比丝滑顺畅。现在点击优惠兑换，使用兑换码输入突破无尽地牢，还可以获得免费加速时长，快喊上你的小伙伴们一起联机吧。 Nice。 说回游戏本身，虽然说进化之后的正式版本仍然极具挑战，但是游戏中加入了 meta 进度系统，让我们更有努力的目标。肉鸽爱好者们都知道，反复的失败和死亡是游戏中必不可少的玩法要素和标志，但每次失败之后我们都可以变得更强，这就让我们的每一次失败有了更大的意义，也减少了失败带来的挫败感。游戏中加入了芯片系统，也就是可以为角色永久强化属性的功能，每次失败之后我们都可以强化角色属性，比如攻击力、防御力、减少冷却时间等等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可以跟随进度来解锁更多的武器和角色，这样一来一款合格的 roguelite 游戏所必备的元素就都齐活了。接下来说一说塔防系统，这也是最让我觉得有趣的一点。每局游戏中我们将进入一个随机生成的地牢，并出现一只帮助我们解锁出口但需要我们保护的机器人。地牢中有着各种不同的房间，他们会为我们提供升级素材，或者出现潮水般攻击我们的怪物。此时我们应该合理规划资源，建造塔防炮台，搭配自身的攻击保护好我们的开门机器人，直到来到出口通关地牢。由于游戏中的敌人是塔防式的沉波攻势，并且会以我们所在的位置为目标不断袭来，所以说根据房间路线和资源情况合理规划开门路线，而不是和普通 roguelite 游戏一样随意探索，成为了通关的关键。因地制宜的规划路线，让来袭的敌人尽量聚集在同一路线上，就能在使用最少资源建造防御攻势的前提下，更加高效地抵挡敌人的攻势。反之，如果无脑开门，就很可能会出现四面楚歌、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，此时就会出现资源不足、防守失败的情况。正是基于这样的玩法思路下，无尽地牢把 roguelite 和塔防两种看似不相干的元素合理的融合到一起，让我们的游戏进程充满了策略性和挑战性。说了这么多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心动呢？如果你还在观望犹豫，那也不要紧，这里我也为各位准备了 Steam 版激活码一个，在本期视频下点赞评论，周日我将抽出幸运观众一位免费送出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